领标的颜色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觉得有领标设计有一点似曾相似的感觉？它是用烫印的方式，而且它是异材，对，它是胶感材质，也是专柜品牌在使用的特殊方式来执行，它要掉几乎是不可能会掉的。这件话里面是有做到磨毛的，然后 MIT 的好不好？ MIT 的磨毛的那个大学 T， 这个是紫色，这个是杏色，然后这个是灰色，这样子比较给你们看。然后我身上穿的是超级显白的绿色，很可爱哟。一共就是四个颜色，然后我觉得它完全是中性款，没有分男女，没有分男女。里面有刷毛，对，里面有刷毛。尺寸我们有规划过，二 L 应该可以穿这个。二 L 可以穿，这个全部二 L 都可以穿。男生不要太大只的，也都完全没问题。应该175公分以下的手袖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对，而且你们看我168，我是可以直接配打底 T 子，真的直接单穿的，所以长度是有盖到屁屁的哦。肩线是落肩的，而且你们看袖子是这样，有一点点比较长，然后往上缩会是微抛的感觉。我168，可是我的臂长比较长哦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到175穿都没问题。然后这边是螺纹街边，往上的话也是很舒服的，不会勒。下摆这边它是回弹，是不会勒的。芋头子配到我们家这个制定款的撞色短裤，超级可爱，这样子。然后如果比较酷一点的，你可以选这个杏色跟灰色，可以配我们的撞色的工作裙，好不好？都非常的好看，好好看哦！这个你们之前都有买过的，好不好？